要训练呀，还有好多比赛，九月份有两个比赛要打。第一个是乌苏杯的那个职业赛道啊，第二个是平台杯，就是虎牙打 DY， 虎牙打斗鱼，还有大鼻也在。张无忌在不在？应该在吧，肯定要弄他们呀！我操，先是跟三个职业队，就是三个主播队跟三个职业队混战，然后这个是乌苏杯的，那三个职业队好像是 EDG RNG 吧，我当时粗略看了一下 EDG RNG 的样子，二队吧，一队肯定不来。哇，不行，我要开空调，太热了。哎，算打完就打了。感觉你们可以对啊，可以勾引一下，可以勾引他们强给你们打的。我没闪，那 A 个兵。我在。啊，我要治疗的。OK。OK。可以吧？可以吧？没事，我就直接掏他一个，让他们下路，他们应该只能 all in 了这一波。我这样，他们给他们打。瞎子，没闪了，没闪了，就看瞎子。我还有 Q 能补 Q 的伤害。饼干 ，nice。nice， 我们都有光明的未来。沙皇往下靠了，快撤！我有踢。哎，还行，我马上到。他上路整个踢。我不好踢，要继续。好处理的，处理的很好的。大蓝谢谢。顶级处理。我在看，我有治疗的。哇 ，nice 啊！我们可以先压，你只要不让他们打野来搞我们就行，我们还不要理他。OK， 我直接漏了，你们直接漏压吧。哎，我杀他，输的，我有敌。跳伞没血了。跳伞残了，跳伞大残。一上来杀一下。啊？踢过来吧，能打。那是我大。杀他吗？好像撞他呗，这边有个沙皇。快跑吧！还沙皇吧？能起来？还是说打？打了吗？不行，看你们吧，兄弟。我没血了。我们三个上的。哎，好像人杀泰坦。那我。德利在后面啊，你们别帮我。德利上面啊，对的。好，升。还约夏吗？德利猫头在一起，德利在下面。哎呦，我知道，他的还有大招。有吗？有。哦，这就很难受了。雷帝倒了一千块。别激动，我一 Q。加油啊！好走位。Nice。我的一个。小心这边啊，萨拉斯可能会直接来，萨拉斯有可能。没闪。Nice。OK，good。长门，我在往上走。长门，我在干。我也可以的。上。这样能够能 Q 啊，应该可以杀吧。杀了。Nice。啊！他过没？我操！Nice， 我他妈给哥们看晕了，这推，不真的给我推过去了，我闪现白交了，弄回去了。哎，上面是没了，你们那边小心啊！我在讲，瞎子靠过去了，小心啊！瞎子，救我！你要看后面啊？不是，我到了，我在看这一块。后面有人。哦，帅一个。他是在上，还在下。第二塔，他这样子下塔，二塔都可以。有他妈守着。压塔为主，看他们怎么处理。哎。什么声？我
拉斯。OK， 拉下拉下，泰坦位置卡住。后面有个赛拉斯，后面有个赛拉斯。看拉斯，看拉斯，看拉斯，来来来，我有中亚，我有中亚的。OK， 他敢，他敢，稍微拉，等一下，有可治疗。OK OK， 都在这边，都在这边，都在小龙吧。小龙吧，小龙吧，给小龙。慢慢来，围绕大龙视野慢慢来，他们总会犯错误的。我们突然这波中线可以保证。哎，犯错误了，泰坦交闪了，我慢慢留他。我位置很好啊。慢跑吧，保持有眼。我觉得这围绕大龙慢慢做视野，他们总会犯错误。可以啊，可以。没视野了，他们现在死了个太惨，他只能拿命看，把那果子。来呗，开呗，开呗。来，上黄视线打。你找瞎子，你找瞎子，汤姆，你把赶走就行。我 AD 没大了 ，AD 没大了。好。这就是我吗？瞎子吧，就是瞎子吧，汤姆，你找瞎子。我其实看人吧，就是在上面，等一下，等一下看人。他没视野，别提了。忙事。打架。Nice。看这个，看我。他死了。我来打龙了。哦，我死了，你们打龙吧。我留个斩杀。硬把我斩杀。没事，我们再看。我也在干。啥枪子吧？我在旁边。我来。哎呦，算了。哎，这么秒，打个视野死角撞到我了。我看他是打了。有点乱啊，这里是不是？哎，枪子懵了，大打死，他 E 上来了这里。你看得力吗 ？Nice 啊！我还能帮你扛着。他没闪。杀！他这种。还在点。帮我练一下。好练，或者好练。大王你要死。他有大，快跑！哎，我操，帅！我交大招，这个位置我交大了，这个位置。你们回血吧。没事，我来，我死不了。交给你了，我走了。没 rush。我操 ！nice。下。他反光了就死了。啊？他的。这哥们什么情况啊？飞高地吧。他们能不能自己开两路呢？现在有路，我们先开中吧，那就先下。哎，可以。我给你开公路管。妈的！大家中掉。Nice。你们有好友吗？有好友的问一下，看看打不打，不打就撤了。嗯。我先开空调。不打了，问了，他们不打了，撤了。